签一下。啊，行。好啊，大家坐啊，坐啊。辛苦了，辛苦了。捍卫台湾社会的价值啊，所以咱来遮，不是要来甲伊的铁门弄歹，不是啦哈，咱无要做这个工课啊。台湾的民众啊，会使啊站出来捍卫台湾人民的尊严啊。啊，咱的高雄较想要疼惜，这才是叫做疼惜台湾人。伊昨嘛讲，甘愿抓来关关注伊，也毋知无来关一个，起诉一个看卖一个，抓来关，为了台湾人民人权自尊，甲咱家己的个权利，啊来争取，哪有啥物歹？所以这郭冠英是冰山的一角啦，冰山的一角。啊，郭冠英这个代志，若无撤职，表示讲新闻局、行政院、总统府都是纵容包庇这种的思想。因有可能嘛是讲同款的思想，呼吁台湾人民应该爱勇敢，爱勇敢站出来哈，来要求公务人员内底袂使有这种的思想，有这种思想的人应该爱撤职，啊，伊若无爱做台湾的国民，伊爱会使叫伊离开啦，啊，所以阮是强烈的要求，郭冠英一定爱撤职。我们这个行动虽然是不定时，但是我们会坚持，坚持到郭冠英被撤职为止的哈。郭冠英如果一天不撤职，我们也会进一步要求苏纵容包庇他的苏俊斌。虽然他刚结婚，我们应该给他祝福的，但是在这种不负责任的政务官，我们认为他应该要下台。为了他纵容包庇，应该要下台。那刘兆玄跟马英九也是要负连带的责任，除非他们得到马英九、刘兆玄的支持，不然我们认为苏俊斌不可能很大胆，敢包庇纵容郭冠英啦。啊，就因这个马统帮在台湾要有一个生存的这个空间，应该得爱和台湾这种污蔑台湾人民啊、污蔑台湾的这种言论，在台湾的社会里面消失。那准不安尼做，这种的言论一定会愈来愈多啦。我相信秘密后边会得到鼓舞，会越来制造更多的矛盾跟冲突。苏俊斌一点点压力，按哥压力还不够啦，压力还不够。如果一个九职等的一个郭冠英，民进党都没有办法把他拉下来的话，那民进党哈，我建议民进党哈，真的520哦，也不要说要说什么大游行、大抗议，想要把马英九拉下来了，郭扣林嘛，如果连一个九职等的一个官员，民进党都没有办法拉下来的话，民进党你如何去办一个大游行，说要把马英九拉下来，这不扣林的代志啊。今天过来的时候，很多民进党的支持者觉得很失望、很伤心，想要长者一家，三十几个、五十几个。阿卡金马援军都还没来哎，是不是要等到礼拜一？等到礼拜一的时候，援军才会过来。那谁呢？大家对民进党会很失望哦。提防工，这是一个指标。如果连一个九十等郭冠英都拉不下来，那我觉得哈、哦，也不用辩论什么议会路线呐、啊、哈、哦，啊什么运动路线呐、啊，不都没有，没有什么路线了，因为你连一个九十等的官员都拉不下来。以前在高雄市，国民党的议员绕了几台游览车，就把一个前公务局长拉下来了。现在呢？现在民进党连一个九十里的官员都拉不下来，人民会很失望的。这是一个指标。我希望说，党中央真的能够听进这些话，不能只靠了蔡教授，还有我们这些新生代在做这件事情。哦，民进党一定要站出来，一定要硬起来，把这个九十等的郭冠英把他拉下来。这一位失职违法的公务人员，我认为苏俊斌局长你要硬起来，处理一个九职等的公务人员并不是那么样的困难。
为什么你叫他3月31号以前要回来，可是郭冠英其实是抗命的，他不愿意回来，难道整个国家机器拿郭冠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我们支持苏俊斌赶快把他撤职，否则我们就认为苏俊斌是自己严重失职，没有办法好好管理的自己的部下，连他有没有去交接，连他有没有去上班你都不知道，这样的局长是干假的、啊、这样的总统是干假的吗？我再重提一遍，除了苏俊斌局长之外，中华民国文化复兴总会的秘书长杨度，也就是创立这个大众时代网站的创立人之一，这个网站上面充斥的歧视台湾、侮辱台湾，充斥的外省人权贵的言论，有许许多位的主笔都在上面，大家可以去查，有高达70%以上都在侮辱台湾。我不知道这样的网站居然是马英九的幕僚杨度所为。马英九总统，你不仅仅要为郭冠英的事件道歉，不仅仅要为苏俊斌局长没有好好处理这个事情道歉，我认为马英九总统，你更应该为了你这个亲信幕僚杨度来向社会大众道歉。这不是外省人当台湾总统的福气，这是外省人当台湾总统的悲哀。我们不认为你们大家都是高级的外省人，但是请你也不要歧视我们台湾人。下台！我们要求马英九总统道歉。马英九，道歉。马英九，道歉。下台。苏俊斌，你在这里严正的要求新闻局，你真的要拿出 gas 来。连你们的行政院长刘兆玄都知道挑起省级情节以及这样贬义的言辞是错误的，那为什么身为中华民国政府一个化妆官的一个新闻局的局长没有干事维护我们政府的尊严？郭冠英一再的说他希望能够做个中国人为荣，那现在还为中华民国的官，那这样的官已经通外了，已经通牒了，算是个狗官，就应该立即免职，维护我们所有台湾人的尊严。阿伯给他们两个小敲刀一下，郭鬼冠英小敲刀一下，打一个胡话一下，郭冠英，加油！郭冠英，加油！苏俊斌，加油！郭苏俊斌，加油！做议员，就点点。想要选议员，搁点点，安尼变啊，台湾人民安尼支持的落，所以咱遮拢欢迎。主要对社会不公不义，随时大家徛做伙，安尼这就是好的民意代表。大家讲安尼对不对？我微信就来，昨午看了新闻，真愤慨啊吼。所以今天我接到咱这个讯息，我随微信就坐高铁起来，高铁真方便。我直接只有想要简单的讲，就是讲。如果郭俊英这款的上权辱国的高级外省人，伊无要落台，我只有一句话：郭俊英不下台，咱一定会搁倒来。安尼，只是这句啊，非常感谢大家伫遮，非常的辛苦，遮侪工啊，我只个微信就来，会甲大家永远行做伙，谢谢。我是呼吁大家，就是现在不是上班时间，等到上班时间的时候，我们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抗议，更多的公民力量去制裁这件事情。不要只要求执政党或在野党，而是全民都应该针对这个种族歧视的问题去正视，然后出来抗议，然后希望能够呼吁更多的人，为了你的子孙，为了台湾能够在一个爱与包容的社会，让你的孩子成长，站出来，为了就这样子，谢谢大家。来了，慢慢走，慢慢走，往前，往前，往前。